欢吃豌豆，可是你没吃过豌豆哎，你现在在好奇是吗，小宝贝？还是你爱剥豌豆？你这样子很可爱呢，你这样很可爱呢。自己去特写自己的镜头。欢迎我们的试吃员补补，你干嘛？很有朝气哦！快点来吃东西，来，我们来吃东西。吃你最爱吃的鸡肉丸子。好吃吗？早知道把地板上的要吃光了。是嘴巴破洞吗，先生？